大鲤鱼，我很少买鲤鱼吃，今天看到有人他们自己钓的在水库里面买了一条，就是野库的啊，那种水库的野生的大鲤鱼。
水鲳鱼，哇，刚出锅的，热乎的。
天天吃青花椒鱼，用这个好人家的青花椒鱼调料做的。然后这个在超市买的话，我买的是18块钱一袋。和这个克数是一样多的。麻麻辣辣的。鱼泡，录的没网了。Thank you.